盘点人类倒霉瞬间，我最喜欢荡秋千了。相信我能上去。我来游泳了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。今天收到了好多快递，给大伙秀段功夫，在室内也能跳绳。冲浪最重要的是保持平衡，这一点也不难。总算是过来了，地有点滑，给你一杯红酒，这样滑得更远。这水花一点都不大。周末就喜欢骑自行车锻炼，咱俩一起下去游个泳，来一起拍张照，泳池我来了，没事我先走了，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，石头有点滑，就是这么自信，相信我能滑下去。我来个后空翻，总算是倒下了。